Hello， 大家好啊！这个此时此刻呢，现在是这个五一特别版《四盖王》向您挥手致意啊！是这样的啊，欢迎你们点进本期视频啊！如果你有关注我微博的话呢，你应该会留意到我在四月底的时候发了条微博，大概那意思就是说我会利用五月这一个月的时间，然后出去玩一圈，就是大概会去6到7个城市。其实具体去哪个城市，我心里大概有一点谱，但是也特别有点没谱，因为我现在只确定了第一站，我后面还没确定呢。对，大概反正总而言之呢，我会利用五月这时间，去很多城市，然后呢去当地去见我当地的朋友，然后去吃当地的美食，去当地的一些店铺，然后都会拍视频记录下来。这时候呢，肯定会有朋友问了，说 Sky， 那你这个电台怎么办？不更了是吧？正经，现在此时此刻这是任老师啊，任老师，我是我呀，你是你，然后这个我现在呢，马上就是要远行了啊，你要徒步小王了，对，徒步小王了，好，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有，你讲，你这次是，你是先去哪儿，再去哪儿什么的？我初步的计划是第一站，青岛，你知道昨天我做一什么梦吗？啊，比利那他不是说他梦见思远了吗？啊，然后我就想起来，我好像依稀印象中就是你在那录入电台，嗯哼，然后。就是比利把麦克风摘下来，突然扔向你，哦，为什么？不记不清了，反正你就被砸碎了。我然后一堆碎片，小你小啊，脑袋特大，嗯，然后满地跑在这儿，说真的，啊，家人们，说真的，家人们，就巨他妈吵，真的巨吵。追你的梦，对，我就感觉你特别烦那种。行了，你到此结束了。行，路上小心。注意安全。希望能活着回来，希望活回来啊！就有些人因为自己出去玩，对不对？让我们这两天在录，干了两天。天天下班，我天，这个恨比爱大，现在。也是。因为呢，你们知道吗？我要远行了嘛，然后所以我们这个月五月的播客呢，就是赶在五一，你们好好过五一，然后我们劳动节的时候呢，我们在劳动，我们要这几天把这一个月的播客都干出来，所以今天在旅行之前呢，我就来这儿录一下播客。就是我这一趟行程的第一站青岛，其实是去见蒋排哥，然后他也是盛情邀请了我很多次，说据说是号称啊找了这个什么所谓的一陪二陪，就是还有主陪，就是喝酒，你知道吗？我的第一站从北京到青岛，其实是有一个人跟我一起去的啊，他也是昨天刚刚到的北京，你们肯定猜不出他是谁，这个只有老观众知道。现在呢，我就带你们去见见他。健身教练，你好，健身教练。你好。四盖王，你最害怕什么？我会毫不迟疑的告诉你，就是坐飞机。我真的贼害怕坐飞机，啊，马上就要起飞了。健身教练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平安吧，祝我平安。那一会儿下飞机见吧。就咱们为什么会来这么一个破地方呢？咱们在英格兰待着不好，我起风了。我跟教练啊，现在正吃火锅，明天呢，我们俩就踏上征程，中午12:40的高铁，我们俩就出发了。对，其实。因为教练呢，他就是山东人，所以说他是利用这个五一假期的两天来北京找我，正好呢，我也是这个时间段去山东，所以说我们两个就搭伙一块儿再过去。哎呀，不容易，还行。还可以。早上好，教练睡得好吗？挺好。其实刚才你知道，我们现在是往这个车站走。刚才思远给我发了个信息，说怎么样，起床了吗？旅行青蛙，管我叫旅行青蛙，然后跟我说 Sky， 要不咱青岛别去了吧？假牌找了7个人炫你，你会死的吧？咱们今晚见真章，我带了这个我的这个健身教练，酒腻子。一斤酒没事儿，一斤白酒一点事儿没有。7两8两漱漱口。然后呢？7两8两漱漱口。对。1斤2斤，挥挥手。我们朝你挥挥手。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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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陌生。录着呢吗？对，就是一个延时录影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已经开始了还是什么？就一直开始，然后他就一直在录。在录，就会他会把那个车厢里发生的一切都录下来。嗯。自闭了。有点没看清是什么，等会儿啊，他的字还没过来呢。欢迎天宝来青岛。好啊，你今晚喝这个，我今晚喝这个假牌啊，这是假牌、啊、都认识，都认识。这是孟宝，孟宝呢有人不认识有人认识啊，这就是我亲的那个啊，比较尴尬了。哎，知道了，咱现在教练拆坑吧。哎，整一个！我操，好狠！要不就是说，咱们现在先去 check in， 完了之后咱们就休息一下，然后就体验一下最纯正的青岛酒文化。讲一下计划，讲一下计划。咱先首天计划 啊，信号山可以爬一爬，看看那个老城区的红顶建筑什么。红顶建筑，哎，我来路上看好多那种，然后呢，接着。然后咱就逛一下市区里面的景观。可以。然后去还有小麦岛吗？小麦岛啊，小麦岛岛啊，小麦岛听着多少沾点啤酒啊？怎么感觉？沾点啤酒，沾点尿酸了、啊，怎么感觉？哦，他那个什么啤酒。啤酒厂、啤酒博物馆啊，就是那上面几个大缸的那个。大那咱们聊聊今天晚上。今天晚上，今天晚上主旨啊，主旨啊、这个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接接风。好啊、咱顺便带他体验一下，带你 啊，体验一下这个山东的酒桌文化。酒桌文化，酒桌文化啊，这也是就是说咱们这一次出行的一个目的之一啊，就是咱们就是要看看。全国各地的文化，首先咱们就是山东的酒文化。酒文化啊、嗯，带你见识一下这个坐次怎么坐。坐次，哎，敬酒怎么敬？哎，啊，这个聚酒怎么聚？好，啊，怎么喝？怎么喝？听说就是我听你说刚才就是说今天晚上有一些来宾哈，就是他们为了就是把我灌吐了，他们连疫苗都推迟打了，是吧？对，真的。今天晚上有一个这个公安口的兄弟。哦、对，他这要等着打第二针了，然后一听说你要来了、哦、啊，针先可以先不打，酒得喝，酒该往得死是吧？行好，咱们一小时之后出发是吧？对，好，嗯，再见。下车了，我们到了，马上就要领略酒文化了。这就是一场原浆啤酒。原浆，那这个先感谢各位弟兄啊，远道而来，感谢，北京来了，就是两位客人，哎，今天这个就首先感谢啊大家这个捧场，好吧，哎，那我先领一个，来，好吧，领一个，哎，就我们就得跟是吧？不是说你先干一个是吧？对，啊。第三个祝一个祝福酒好，就是各位这个都是社会中人，社会人了，工作的是、啊、对吧，然后希望大家这个前途似锦。第四个酒这个团圆酒啊，祝大家这个什么呢，家里和和睦睦，好吧，和和睦睦，父母这个身体健康，哎，说得好，团团圆圆，好，领最后一个，哎，不是，我第一圈领最后一个，哎，这个酒呢是友谊酒，好，因为在座的可能都是这今天这个局是我团的嘛，对吧？因为都是我觉得我特别要好的一些兄弟，哎，因为特想借这个机会介绍大家都认识，因为其实哎，终归到底都是因为看你视频上来，哎嗨，这个没毛病吧 ？Salute， 都是看你视频来的 ，Salute， 就是。可以说是因为你，我们别骂了，不是这话没过分吧？没过分，都是因为看你视频啊。对，我特别想这个介绍，就是兄弟们都认识，是，对吧？是。那我领这个酒，相友谊酒，友谊地久天长，友谊地久天长，好。我干了啊。
我借这个机会，借这个时刻，正好谢谢兄弟们今天这个抽出百忙之中的时间来陪我，好不好？好，没事，有许久未见的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我也特别喜欢这个机会，是不是你给的？是不是你给的？你给的，没有你我也不能来。啊、但你知道吗？我们几个月之前就筹划着你要来青岛。对，第一次见面。所以说，你们谢我，我得谢谢 Sky。哎，我说 Sky。早上好，朋友们，这里是宿醉的天宝。昨天其实开始了很快，结束的还挺早。我回来，我跟教练回来是11点多，将近12，应该12点。然后回来之后，我们俩几乎就是巨困，就直接睡着了，因为也带着晕嘛。说真的，朋友们，差点止步第一站。然后呢，现在是早晨10点，教练呢已经提前出发了，他。因为他以前在山东上学，他要去看他一个老师，然后我们下午见面。一会儿呢，假牌他来找我。我现在呢，先吃一点早点。其实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其实，我说我来青岛，然后就很多人微博，不管是私信还是评论，就告诉我一定要去吃一个叫好像是什么野馄饨。不过当然这个不是啊，这个不是，我只是。就是老听你们说野馄饨，我就是饿了，就想叫个馄饨。不过你们说那个野馄饨呢，我会在最近这一两天晚上，他们都跟我说是晚上的时候去吃。现在呢，吃一点这个叫什么馄饨，然后这个是包子吧，应该是。吃一点，看得见吗？现在调整一下。稍微吃一点，垫吧一点，有点饿了，肚子都空了。昨天确实是吐了，有一说一。哎，你别说，真可以，他这馄饨真不错。嗯，哦对了，还是要跟各位说啊，酒要少吃，吃要多汁啊，这个，我视频里呢，就这期视频里呢会出现这个一些敬酒词啊、喝酒的画面，其实也是为了让你们能够感同身受，就是有那种来到一个城市被一个文化洗礼的感觉，但并没有就是说让大家哎你们也去喝酒，没有啊没有啊，大家还是少喝酒，懂不？那差不多就这样了。我呢去洗漱一下，准备准备。第二天青岛行正式开始。